点盆丝，还有领证，副领证，还有组长、副组长，以及各位前线大哥，大家好。点盆丝好。今天见的非常的欢喜啦吼，伫这个过年拄啊好开始，伫咱这个作业的过程呢，大家都会当来共结善缘，这是互咱的感觉非常的欢喜。那当然今仔日呢大家有这个殊殊因缘。得到麦当做事情靠，那当然这就是咱过去三佛的这个成三缘的成色，咱大家当得到做事情靠修炼得到。那当然，这种总是咱天恩赐福，上天的慈悲，在这个佛教里面当中呢，来降下了着一个宝贵的大道。那当然，降下这个大道嘛，会使讲是空前绝后。咱各位前贤，咱一定要好好来甲伊体悟。所以讲呢，会当把握了着这个机会呢，来修行学道。因为既然大道普渡伊的应分，既然应分伊是有时间性，是有时间性。咱若无把握来测试了着良机呢，其实咱会对天顿足。那么会对天顿足，就是咱已经买后悔嘛慢啊。老师甲咱讲，伊讲徒儿，你毋通灵性离开身躯了后，才来后悔，你已经回不来了。那么呢，伫灵性离开身躯了后，进入了自度空间，你来但是了解了的无形无相，这个是咱的感觉啦。那我其实咱得住。因为清净经甲咱讲，大道无明，成就天地；大道无尽，运行日月；大道无明，供养万物。我不以其名用。伫这个所在，唔是老祖伊用目睭看到，而是伊有这个角色去体会到万事万物，伊有来自伊的因缘。是对无来生妙妙，叫做无中生妙妙。但是你有了后，你到最后有心如怀空，有心乐别处，佮回归于有，回到当地无。所以咱咧修道就是修无的，唔是愈修愈济。所以讲咧，伫这所在，咱爱会当去甲体会道真理。天命经，所有万事万物来自一条无中生妙有，叫做一本上万事，敢爱万事归一本，敢爱，一定爱。所以讲，咱人百岁年老了后呢，拢讲要登西方，因为你是伫西方来，所以一定爱倒转去归位。各位前缘，今日你是来开班。等一下，闭班你敢爱等？哎呦，一定爱。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这个一嘛，互咱得到，互咱指引、指线，了解到回天的路，了解了万事万物的根源啊。这个倒是真的。所以伫世间，咱甲看哦，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诸佛菩萨。伊还未成就的一切到伫世间，敢有来做人啊？敢有？有啦吼。那么伫这个五乐的世间，伊会当转去归位是安那？伊有觉性，因为上天下来的条件拢是相像，
虽然是五落世界，但是要成佛嘛是用五落的世界来成就转去，敢是安尼？所以咱爱去家己体会，所以讲咧，咱一定爱去真正得到道了后，爱好好找时间学习，慢慢去家己做一个体会。这就是咱感谢了的天恩殊德，降德之恩。修班是一时一机啦，咱到有感觉讲哦，咱自己无做，到过，到过先生，咱也无来入班，到有安尼过，有。今仔日你来入班嘛是安尼过，今仔日你去度人，你嘛安尼过。你拢无度人，无办佛事，老师师傅甲你讲，一进来当用两点钟去办到，保证你会当的，这是师傅讲，唔是我讲，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咱来好好把握。那当然，伫过去新村湾每个湾拢是咱福建人吼，直接自卑啦吼。但是伫即处讲这经历吼，来轮流学习啦。所以讲咧，伫今年新村湾咧，或是来学习表演，当然而且感谢咱福建的自卑，总是予武汉咧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嘛，好好学，会当再多交咱共结善缘，不要共结冤亲债主，所以咧啦吼，来到长青，来到个长寿节咧，拢总是一种个善缘。因为咱社会就是变的，要安怎行伫修行这条路，会当讲会有过关，无白来啦。无吼，到最后咧，真的你就会回去。空空啦，双手空空。那么这个原文呢，伫头前遮呢，大概拢总是吼烧香或是家己念吼。地主信书当然是报咱的姓名啦吼。地主是天德，信书是坤德嘛吼。那么呢，定心弘心用，天心贵在明明上帝念下。为表明心愿书，且以地主信书，自担任单主人才以来，耽误良心，未能真修实练，有负上天降道之大恩。今即癸卯年，新春伊始，贵困洪武分结。弥勒祖师弘祖，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德良缘，院长大人极速宣传，使弟子等用心立志修班。所以今日呢，咱有这个新春志愿班呢，是咱上天老母慈火菩萨的慈悲，好咱呢，一定咱用心来立一个愿，嘛希望讲，咱讲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伫今年当中呢，伫开始，希望咱发出你的心愿，发出一个心愿了，咱爱付之以行动去甲伊做，安尼咱发的愿大会有达，迄个目标呢，嘛大会到。所以讲呢，咱佛法都要讲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咱要安怎伫先天，这条路呢，会当好好去行。所以讲起来呢，咱今日自当年观主人才一来，咱佛条佛规十五条，重诚天法，伊的意义伫对。当然啦，咱即处。白羊弟子应运修法是圣凡变成，当然呢，按佛天的经济，大有先天嘛。所以呢，咱老师甲咱讲，多离爱尽心尽力，尽心尽力啦。有当时啊，当然佛天啊，拄啊半工无闲，未拄啊好诶，这个一定会的。就是咱甲咱佛天的事，嘛是爱圆满。甲咱家内事嘛，爱去甲伊圆满，所以尽心尽力，但是唔茫有时间多做，这是老师伫后壁阁甲咱强调的。无闲，你就是甲你家己做个好事，
哦，后天的改做何方式？你先天有时间，你一定爱忙中偷闲，辨事前。啊，无人无闲，拢无闲啊！你若要做东西，啊，若唔做，真正无闲。哦，嘛会断着济啦，啊嘛真正袂使时阵啦，哦。所以讲起咧，啊，咱爱好好去把握，哦，啊，先天功德在咧，爱谈，开智爱谈，啊，佮功德经嘛爱谈，安尼会当循环变成，哦，袂讲到啊最后咧，哦，即、這个家财万贯带袂去。先天这个功德在用没有，因为你把心都放在赚钱嘛，哦，全心全意嘛，你功德金你都无赚着，哦，你都无迄个功德，要安怎按讲结果咧？敢是安尼？哦，所以诸佛菩萨伊嘛示现互咱看，诸佛菩萨伫世间敢有度化众生？敢有？爱是食饱伫厝呢，赚钱顾家己啊大社会。敢有？应该无啦吼。所以讲起咧，话人讲吼，讲啊，迄唔走，遐个无囝，迄拢嘛，拢嘛占过只当初我咧讲尔，送花庙，讲修道的先不送花庙啦。高先生，咱敢有咧拜佛？有啦吼。啊，你敢有去想讲伊啊未成佛以前，敢是人？是啊。啊，人伊利益众生。哦，最后的成就，伊就示现互你看。哦哦，我观世音菩萨的，我今日去一旦受着，家家观世音是安怎来？我较早嘛是到富春。哦。啊，咱各位前贤，咱今日去一旦忙中偷闲，辨事前，咱一旦为了经济，为了兄弟姊妹，历代的成就，观世音菩萨就做互你看。难道你未成就吗？安尼有信心无？可能袂善啦。其实讲起来吼，咱一定爱对修道爱有信心。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十分耕耘十分收获。趁你身体佫会行会走会走，你一定爱行爱走爱走。啊，无咱真心吼花钱就停安尼，细命敢是咱咧残酷？哦，我都唔知道，我对某年某月某日吼，就是连巧变时我都不知道。哦，生命的长短，咱未当掌握，但是生命的宽度与深度，咱都未当掌握。会啦吼，所以你讲话会啦吼，红地通向，你像这个心灵法师当邓平，有功业无？明白。啊，是安怎？心灵法师敢有讲伊用钱去甲人买，甲遐人买，讲我若死的时阵，你爱甲我拜，敢有？无啦，心灵法师做他也是无为而为啦，敢是安尼？哦，啊，伊当做伊当付出的，除了我家己顾好伊之外，我会当去顾着别人。其实咱人生的尊贵是伫这个所在，但是你顾着别人，敢有顾着家己？爱用一下，当你顾别人的时，就是在顾你家己。咱人好到歹，最后才会回归到等来。诸佛菩萨就是安尼嘛，吼、哦。啊，所以佛学就是讲，咱今日拜佛念佛，你一定爱回归。啊，无干那拜佛念佛，你绝对成不了佛。大家敢有同感？所以你一定爱学佛的。哦，但是不是讲叫你唔拜佛念佛哦，哦，通通行，可以的，哦，只要有缘，哦，上金拜佛哦都可以。但是你爱学佛，实际一行动，你现在要菩萨行，你不能在罗汉行。罗汉行是伫弘扬起应运的当下，哦，你做那得佛波动嘛，哦，不大道普度嘛，你讲今天做人要来经受，不可能。所以在那时候的修行方法呢，就是怎样修好自己就好。哦，所以罗汉行，或许现在在泰国就是这样。哦，搁咱的等心也是安尼的，哦，因咧做修心的，哦，安尼各位来一定会自己去安那去布施，因如果去布施，去布施，物件款的，哦啊，
看咧吼，啊饲两公三公，伫迄个面时遐看，吼，啊着中央着，中央着和善，吼，啊和善才甲伊讲我好话，互我讲吼，咱若去到国外办桌，若像安尼对我讲袂办桌，毋免办桌。所以即摆应允，咱一定要菩萨行，菩萨行，但为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你一定要有自己。啊无，咱刚刚去等下等亲来，才互你来咱兜来讲。但有，拢毋是你行出去的，等亲有求得的，伊会素心清口，要来做人才，敢是你甲讲的？你一定要调落去。啊，无变呐，工资较好赚，咁样嘞。所以你爱付出与行动，哦，啊，爱真正嘞，脚踏实地。其实别人的成就就是你的成就，各位姐妹，够有明白？嗯，对，哦，所以讲嘞，咱是众生是咱的贵人，咱嘛是众生的贵人。咱的成就是爱有兄弟姊妹互咱度化嘞，啊，无你要建构立德嘞。甲是安尼，所以讲起咧，吼、哦，咱一定爱好好，吼、哦、啊，把握了这个机会，吼、哦、啊，立下这个重新立下这个志向，吼、哦，那么咧修班，啊、哦，一定要修班啦，袂使讲干咱会向做个，无修，你绝对成不了。你干咱修你家己，你没有办到打班制道，所谓的菩萨行，你也绝对不能成。所以讲，给大家不会双修，哦，而且我讲，你唔通干呐求世间的福禄受益之外，你一定要不会双修。如果你的一世人呐，拢是为着福禄受，你绝对成不了佛。各位姐姐，认同吗？你今仔日呐为着成就了着佛，未来你成佛了后，福禄受唔免求了。各位姐姐，够认同？释迦牟尼佛教经多少？2566年，伊当时悉达多太子伊那讲哦，我要来到太乙阁，我去咧修行会较早修，唔像咱这环境遮好咧，遮好咧。哦，伊迄个时阵咧，哦，伊有迄个地位，有迄款待遇，讲超我的地位。哦，所以讲咧，伊甘愿牺牲100年，可以讲做活100岁啦。哦。哇，100岁就不简单了嘛吼！我为着我的太子，吼、哦、的位，我当然享受，啊，当然死去。今仔日做工是死大波，不是哦，好、哦，不是哦，好、哦、啊，所以讲，伊甲这2566年退休有淡薄。哦。退休，咱唔能想讲，我伫世间个死去，安尼叫做退休呢？真正的慧修诸佛菩萨，只要这个地球阁有存在，伊会当享受着万年的享福，敢是安尼？哦，那么呢，其实主要是咱要回归倒去本位啦，敢是？唔是真正讲话，我遐学起说，你本来就是佛啦。只是讲吼，伊华严经内咧讲，众生本来成佛。众生本来就是成佛的，你唔茫为难，甲你讲个讲来，你求得人嘛贪嘛，贪啥？贪咩？你做不？不是，各位浅显，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佛，咱爱回归你本来的面目，这是咱的本分事呢。你茫想讲你咧做好事呢，敢是安尼？这是你的本分。啊，我来到这里，我要回去，这个是我的本分，不是我贪，你我贪嘛？哦，你回不了家，你就向上天没办法交代。所以，我们所行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自己的慧命负责。啊，那你做安尼过呢？上天给你一个生命，你都害过呢？你来到这里，草生草死。啊，所以讲呢，你这个所在呢，我们一定要修办。哦，你办的来对。你有够胆，够大胆做功德力，做个大方做的，但是你一定要有内修，好、哦、啊！但是你内修，唔能够我修好好就好啦，哦，啊我
其他的草为大单位。现在三朝普渡大事，代志偌济，你敢知？敢知？足济呢，拢做袂了呢。吼、哦，啊，所以讲呢，若讲这是一个贡献业，咱大家一起来，各司其职，把家己应尽的责任去甲做好势。有一块移动专心，道场袂方便，无法度啊啦。感谢呢，吼、哦，啊，所以讲呢，啊，咱。要变的，对水兴业和公道兼人，遵循天命金山系统，绝不受外魔勾引及为师家族所引诱。落实二秀大仙修办道之精神，所以讲起来，诸佛菩萨伊无伫个敢有老化精神？咱刚才观世音菩萨安怎修行？刚才？敢知？知啦，好、哦，啊，你得去看伊安怎做就好啦。你就是伊的精神，所以他的精神是永垂不朽。你学伊的精神，修般的精神，但以众生得利苦，不为自己有安乐，家己较辛苦，较活着就比较紧啦。哦，和我讲哦，今仔日啦，做到足辛苦，都未比去地界较艰苦的。敢是安尼？好、嗯嗯哦，所以讲诶，伫这个所在，哦，先去甲咱讲，老师甲咱讲，消业有两个所在，一个是离佛堂消业，一个是病院还是车祸消业。各位先生，你咧选择离佛堂来了业，来去病院了业？佛堂啊，佛堂啊，那你嘛做跳啊！好、哦，真的啦，去到医院很辛苦。啊，所以讲呢，佮较辛苦，会比咱去到地界较艰苦啦。所以讲个讲吼，我是在足艰苦，也要升天，也要下天。但是去想着讲吼，若去地府佮较艰苦，所以来到遮较袂苦，就袂啊。你因为你去想着迄个苦个，甲比落来了后，会袂苦个，即条苦。我足惊讲吼，若拄好有一天去十八地界去，阿弥地界去遐食咖啡吼，可能就较艰苦啦。哦，啊，若伫遮总安尼拼个，困困个就好啊。咁是安尼，吼、哦，啊，所以讲嘅，吼、哦，咱爱遵循二秀大仙修办嘅精神，戒慎自己，不为名利权势所迷惑，外在的一切只是昙花一现，哦，昙花一现，哦，啊，所以讲嘅，伫这所在咧，咱一定唔通被伊迷惑，哦，执着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若执着你这个名相，要搁有，要搁较有，要搁较侪，要搁较好，你心用一家，你以后就成就在这里，空空，你会离开人世间。哦，你的心呐用于先天，这里叫做众生心嘛，用于先天，你成就佛菩萨，这个才是你的，也才是永哦不变的。啊，所以讲呢，啊，金秀不归那些。吼、哦，妄有心口以之波动，吼、哦，咱的自觉是对是恶业啦，吼、哦，啊，你是心口以，吼、哦，妄动，你失去你的本心，你产生的是心又是，有劣是心反思，这代志妄动无下得意，当然你就会以实现业来对必是恶业，所以修道是要那个是恶业来对。来恢复了的善业，因为过去然后没有天经文化，可能也没有办法关照。我当关照的，我嘛唔知影讲我脾气歹，无脾气歹吼，唔对的。哦，啊，即摆吼应该是知影，哦，啊，但是当然无法度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你得到渐修渐修，慢慢的圆满，哦。哦，啊，这个，哦，这个是功德回修。那么呢，再再来就是咱发挥师尊的资本，哦，修行爱入好观，哦，才会当跨出了个成功的第一步。哦，当然呢，啊，新春志向班，上天呢，予咱搁有一个啊，重新发愿，哦，啊，开始，咱会当照管去来做。其实，咱求到十条大愿主，过去诸佛菩萨嘞，伊要成就拢有立下无私大愿，敢有？有啦吼，都有立下愿力。这个愿力是成就的阶梯，
毋是咒诅，哦，是要你成就的解脱。那么为什么要愿力？愿力就是贪苦。各位浅浅，若有结婚，你若有生囡仔了后，你敢会讲啊生这个我甲放，无爱插伊干命呢？敢会？会啦吼，会无呢吼？有囡仔，有呢，只不过顾好好势，甲栽培好好势，袂使真呢。哦，所以去尽到吼，咱的本分的去甲伊做。所以这个原因就是讲，你有对上天发出标的宏誓大愿，也就是因为你有目标、有成就的依据。哦，那么你照安尼去甲伊做，你看看咧，看卖啊，爸爸妈妈拢甲囡仔顾甲做好势，敢有？这个是你当爸爸妈妈的宏誓大愿嘛？敢是安尼？哦，啊，所以讲咧，你这所在咧。入好关，因为这个是你成就的动力。哦，啊，若无入宏誓大愿的，你都安尼过，一天安尼过啊，反正都对无，安尼也过，安尼也过年啊，修道啦，天天修几天哦，嘛咧过着啦。哦，天天修几天，像佛经的，天天修几天呐，哦嘛安尼咧过日子咧，啊，但是都空过啦，哦，空过啦。哦，所以讲诶，咱才会当跨出着成功诶第一步。那么咱要安怎立下？哦，立下万家生活的宏愿，大道普渡。咱敢会使干啦？咱知影，知道就好啦。敢会使安尼？敢会使？会使吼，会吼，应该是会，因为讲白人。一半个尔，剩个拢认为讲不要紧，哦，我成佛就好了。不是啦，不能这样啦。哦，咱爱想讲哦，别人爱成佛，我无成佛是无要紧的吼。但是我一定爱让大家成佛。但是是让大家成佛的时阵，你嘛成佛啦。伊先到，你后壁对到，哦，安尼，哦。所以讲个九六年龄，你大道普渡，他有潜力得到，有欢迎得到。先甲甲五甲，咱是谈主人才，咱是前贤，咱敢会当无注重这个大德普渡，甲人讲？对，他多付钱人讲嘛。你连有着伊毋来是个代志呢？你连若无着吼，是你个代志呢？啊，咱今仔去度人，吼、哦，你若度有迄老师讲个，吼、哦，你若度有来叫做度化人讲。你去甲多多无来，叫做欠化有功。敢有讲安尼？敢有讲？因为你有做啦，啊，但是都毋是讲你甲多多有力，敢有遐好个？无啦吼，啊，拢袂要紧。我们是默默的期待他能够有三年成熟，会当交咱谈。哦，啊，若袂，啊，你也从啊，咱边仔有亲戚，边仔有同事啦，有亲戚啦，哦，啊，拄好一个讲话的 case 内底咧，我把他带入。不会啦，我带你。现在是弥勒佛的宴宴吼，咱叫弥勒佛来结一个缘的，嘛知影生死门，啊无咱知，咱拢空白，知影有生死门，咱唔知影咱家己有生死门咩？哦，啊安尼唔好，哦啊真多大德普渡，咱爱来得到。哦，安尼就会当讲的，咱就尽量甲讲甲度化嘛。安尼你就是咧表演啊，无定着你简单一句句话，伊就叫你来啊，你就赚到了现赚的，哦现赚的啦。哦，啊，所以讲咧，咱一定爱三个讲，三个讲，先甲甲互甲，先低甲互低，因为我们是浅显，浅显你认为又低，哦，各位浅显，早晚现象有没有银宝是一破所？有呢，哦，还没回去就有人在拜了呢，那是安尼，哦，啊，咱来当呵呵展现你银宝师的慈悲，大慈大悲。那你你问不成佛、哦、所以讲咧，你这个所在咧，南边啊渡尽，那个天堂拢是人出来，我五四海界面地，安那袂使来出国，伊个泰国人交你带我人无，也无关系啊。但为虾米咱遐多？迄多伊毋是拢免牌子呢？咱各位先生，咱咧一个月爱汇偌济钱去泰国做道路基金，应该知，毋是讲去伫遐吼，拢免牌子呢？哦，啊，所以讲咧，你这所在，虽然泰国人嘛是老母两个囝啦，敢是安尼，对一个个拢是烧香啊。哦，啊，所以咧，咱一定要甲度化。哦，啊，所以讲咧，你这个万家生活嘛，希望咱大家一臂一佛堂，
你敢知影设一个佛堂偌重要？设一个佛堂，天上飞一粒的莲花，显不大，你的祖先就会当升级。你今仔日求得到，哦，祖先呐，伊三级光明会当提升第一光明。你得了道以后，你能够在道场帮办两三年，由二级升到一级。所以一直得到因缘去做紧张，同你一直行到因缘去做紧交接。所以讲咧，咱设一间佛堂是天上飞一粒的莲花。那么为什么现在会当一比一佛堂？当然咧，这个位是较年轻，哦啊，他伊有可能功夫的，哦啊，都无像咱较过去传统的吼，拢大佛堂拢较大点，哦啊，但是先有慈悲啦，哦啊，你一比一佛堂，你也是讲讲啊，咱都有这片壁安尼，哦啊，咱都即马有咧佛堂，哦修修来，哦啊，你就甲设一个，你看。以佛同在，老母知我菩萨，因为有正殿元帅、正殿将军嘛，啊，咱可以当逐天以佛，哦，啊，那么咧有因缘，咱可以当安那来度人来。这间佛堂做偌济代志吼，功德无量，你知道吗？啊，佛堂佫有啥作用？哦，未来大劫所来的时阵，咱弥勒佛吼，伊的智根会当注重这个佛堂甲大了。以这个内底多了三百个经文道，哦，以这个内底拢受到弥勒祖师的启用，子宫内底会安那会保护，外口凡亲借助有关报关有受报受有命讨命，暗无天理，天理七七四十九间，多干那个等等大。所以讲咧，咱会当设佛堂那种功德的量呢？实在太大了，给我讲的，我若无钱，恁给我，恁给我钱，我袂了事命的，敢是安尼？哦，但是恁救我的命，敢救袂得？因为恁无带我去求道啊。哦，啊，恁若带我去求道，我有可能金光子掉落去就会破灭的。咱各位先生，咱弄一个错误观念哦。咱相信求道一年，咱万拢掉偌济啦？一年咱掉两百个啦。咱若咧开班，敢有较侪人？啊，各位好，各位先生，这样是错误。你若想讲安尼，爱用迄个注释的，伊都爱死啊！他都没有机会了，你不能这样。他有金刚种，你一天只甲掂落去，甚至有可能会吐的。嗯。敢有？就会像咱大家嘛。啊，你拢无甲掂落去，免讲伊嘛是会拗住。哦，仙佛伊嘛知影讲个，讲会求道如无门，修道如无功。但是为啥是仙佛？哦，来因缘嘛是频频甲咱提醒咧，大家爱度人救人啊，兄弟姊妹上代表拢爱互得到，伊伫未来世也会再交弥勒佛结缘咧。上界无好转去，伊再来出世伫世间，有三个不好的果报，伊袂出世伫遐去。哎、欸，咱伫这个幸福的台湾吼，唔知人感恩吼，实在足起来嘞。你若出世对一寡迄落迄较文明的国家去，较专注的国家去，你着要靠到目屎嘞，感谢嘞。吼、哦，所以讲嘞，咱一定爱有姻缘就较多啦。吼、哦，啊，当然我们度人成钱啦。吼、哦，所以我们要往亲，等亲唔来咱来去。你嘛到了解的机会，敢是安尼？哦，渡人成钱，先父甲你讲，唔通渡人无心传，无你不要渡了人成钱交给先父，不要这样。第一，你嘛无了解的机会啦，敢是安尼？啊，先父呢，伊爱救人的心腹嘛是有时有分啊，敢是？哦，所以讲呢，我们渡人要成钱，所以呢，以道场来讲起来，以前面那风清，各位先生把握机会。有时间吼，吼、哦，啊，着道亲，吼、哦，啊，着来找上姐姐咧。有亲口，你来说坐咧。哦，你若像我这尔大开，收年搁拜，拄着来呾宣传一下，无定着我会较好势嘛，不一定咧。敢是安尼？虽然我是亲口啦，哦，有咱二二六六咧，敢是安尼？哦，啊，咱若讲吼无求道，还是先道亲，你去家己鼓励，迄有鼓励有差，有价有价，有收入有保庇咧。敢是安尼？安尼你都赚到了。
好、哦，所以讲成功了完了，机会足多啦，是你买到唔尔啦，是你惊会出去，惊袂出去尔。你有菩萨心，爱行是，唔忘记你，你存。哦，恁到大家来修道啊，恁到大家来敬道啊，吼、哦、啊，坐袂出去啦，兄弟姊妹救袂得，吼、哦、啊，所以讲咧啊，各位亲人大德，我们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哦，一臂臂佛塔，我们要设立哦，这个引好哦，袂甲咱占足大个空间，吼、哦、啊会以老母同在，啊，互兄弟姊妹会当更加有较济人修行个所在，吼、哦，立下慈悲，起下悲愿。这个比丸就是佛菩萨、哦、他救度众生的弘誓大愿、啊、你一定要有慈悲喜舍、啊、度化众生不可生气愤，这个哦，投资下去现在来祈祷呢，投资下去现在来请教呢，投资下去现在你就会变，不要这样、哦，我们兄弟姐妹，我们慈悲喜舍，好、哦、来尽到我们的力量来度化。好、哦，阿、啊、咱大家勤策勤力，好、哦，勤策勤力。好、哦，我有需要你，好、哦，阿、啊、我来当邀请你。你有需要，你要邀请我。你无邀请我来，知影你有需要无？敢是安尼？哦，少招啦。哦，你想我要来找人，一个人是较无难嘛吼，我就招两三个啊。啊，有当时啊，一个四五个，你来看卖影。嘿，安尼硬差嘛差个，吼，啊，入下正知正见的信念，吼、哦，咱一定要有正知正见。修行学德不是为了糊涂，吼、哦，啊，拄仔啊，咱李乡长恁讲嘛，啊，我求着多修多啊，啥嘛足认真足拍拼啦，吼，啊嘛会破病啦，啊嘛会无钱啦，嘛会安怎安怎，啊，迄倒歹啦，这样是错误的。知佛菩萨，他不是为了福禄寿来，他是为了慧命长存，会当得正气。好、哦，安尼咧来这里修道的动机，好、哦，所以讲起咧，哦，咱一定爱啊有正知正见，哦，立下甘以救心，哦，诶，无变，好、哦，欲求天上归，愿作佛家罗，这是你必经的 SOP。你一定要知道、哦、因为兄弟姊妹无了解，啊，袂像咱的囡仔，哦，啊，生出来有啥物爱甲照顾，甲饲育大汉，啊，佫爱甲栽培，哦，伊着佫囡仔，啊，无了解啊，啊，你知影，无甲管，无甲成全，哦，囡仔无甲照顾，伊会大汉，哦，啊，但是你一定要袂使内面，兄弟姊妹吼，你照顾的时阵爱有爱心交耐心。哦，安尼也不要急着讲，我三个月就要好势，要成就啦，到遐紧嘞？无啦，迄有当时啊，这个人哦，栽培三冬五冬，尾啊，都安无去啦。你敢会气馁？袂使气馁，因为你这三年五年所付出的，上天拢记的。哦，所以或许拢会加，但各位浅显都讲，我们付出以后，他没有成就，我们也曾经付出过就好。啊！你讲是不菩萨的心，我嘛是讲哦，迄个啦，我过三冬啦，过到尾也无记得啦，安尼啦，无采我的迄落个啦。唔该这样，哦，兄弟姊妹一旦砍咧，尽量砍，啊，伊就避起来，咱嘛无法度哦，为伊关心，哦。那么咧，任劳任怨，无怨无悔。那么咧，当咱立下万家心啊，心佛的佛愿，立下慈悲。起下的悲观，立下正知正见的信念，立下甘为众生妈祖，你要认得这边。他多和我讲，千多车万多车，你心想一个人到遐简单？你的银保师照顾你，照顾多久？维持较紧啦，吼、哦，咱各位先生，经济较好，有可能吼、哦，三两句话尔，讲好啦，对无？我著交恁来收啊。诶、欸，啊，但是吼、哦，每段歌遐歌歌歌歌，他都要讲讲三单，吼、哦，啊，有诶一句话也讲无出来嘛，敢是安尼？吼、哦，啊，所以讲任劳任怨，你这点咧，或许就是会赞叹你地下的鸿雁，你一定要出自于行动，哦，因为咱开会嘛，吼、哦，咱今年点的目标爱上三百，花莲五十。中下营各125，清口的中下营10个，
我的五年，咱各位先生都有听到吼、哦，这个目标呢、啊，是领领甲组长去做，敢是安尼？唔是还袂啥物做？无恁敢会做？咱各位先生，其实咱啊一个啦吼，挂展示班的啦，一个多一个吼、哦，就确实三百嘛，一个一个落来，啊，够简单，想个足简单，你哪去做到？哦，所以你立下这个愿力目标定立下了后，怎啊甲扛呢？当年年底，啊不，当年底咱的丰收到有可以？不可能呢。哦，啊，所以讲呢，这点我是就会赞叹立法局长。哦，曾经立下的数字以后，伊就开始咧动头壳。我已经重新改变。我要安怎聚餐聚会来办活动？吼、哦，啊，来想啥物人？吼、哦，伊遐个因公司的同事外劳，讲过几个阿袂丢刀，吼、哦，就请伊出来食饭甲鼓励，讲啊，某女人伊爱带啥物人来，一群都带飞的，因为伊要达标，所以目标了后，你嘛，啊，真够有可能啦，你若想安尼搞，免啦。你若想讲我讲，哎，这个不是压力，是要让我成长。我要用我压力的心去成长我的心，哎，我给大家突破万难，没去达标，即使到最后没有达标，都要紧。上天的第一心，啊，因为立法成长给你，以地区来讲的，曾经目标到两是三十年，到达标有，哦，啊，以那段时间或许都是有陪伴的。所以或许知道他的精神，你立下目标，你一定要下对策啊，你要去做啊。那不是讲你比较好看，啊，无你啊三百个，我讲安尼，啊，大家刷刷啦，三百就三百啦。好，所以呢，我们要任劳任怨，不怨无悔，都是开花过火种。成啊，寒食成寒食，你真啊真啊物啊嘞，迄火嘛叫超标。哦，是咧，甲你叫福建人嘛，叫钞票，自己叫十公斤花个。哦，你嘛有支持无？人个精神就是安尼。安尼，迄目标有达标。各位先生，你若想讲这是压力，你若想讲压力，你永远被压力给你压制。你若想讲好，不要紧，这是我展现身手的机会。我来想，哦，啊，咱个领领袖组长，哦，安尼下面啊，2125呢？啊，咱做着安那，要安怎来做？想看卖下，咱所内底有啥个有可能？哦，啊，新道新伊对个有机会，下咱爱来找。你爱甲心思放伫遮，唔通想讲啊差嘛啦，125啊，啊倒来行，啊咧125吼，啊而且叫底甲重咧凹出去，加了几下，倒不如我甲困落饱，食落饱，啊有时间来找道新，都有机会的。你要一马当先。所以讲呢，啊，把众生的苦，和众生快乐，救苦救难，不舍众生。为什么今天要救人？各位浅显，你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车祸，你敢会讲是呢？较紧的呢，我讲要安怎卡伊救呢？较紧的，哦，安尼较紧的招人来啦，来救啦，安那你看去。但是兄弟姊妹，毁灭在这个世间，再沉再浮。在六道轮回中，你看得到吗？看不到，所以讲大人、小人拢不要紧，因为我无看到伊苦，我生袂当伊的怜悯的心。如果你若甲想讲，哎，兄弟姊妹伫这个六道轮回的当中呢，伫遐咧受刑受苦艰苦的时阵，你一定要遵守伊家的来法。哦，所以上求佛道，尔当如来的智业度化众生，献出着自心，悲愿不断的发出着宏愿，当下承担，即是庄严佛塔。各位浅显，你敢未惊大工会？哎、欸，我们人慈悲吼，啊，这个工会来互你表较好，哦，啊，这個、来互你表较好，心很慈悲啦，我无法度啦。哦，啊，就安尼吼，无用啊，佮在所黑欠啊，这吼、哦，唔当你去找别人，哦，我无法度。你会庄严佛土吗？各位浅显，你当下承担有这个机会，浅显慈悲，让我学习了愿，
你莫甲讲，好啦，这我上敖啦，好，我这若我做着，我一定避免着，毋通安尼来讲你臭汗啊！哦，你有迄个能力嘛，天生自卑啦，啊，好是好是来学习了，啊，若拄拄啊做个三分事，我嘛较好讲吼，人咪讲话咱是臭汗咧吼，哦，那么你当下承担责任是你的，欸，咱要等于烟灰，哦，迄，个庄园是你做偌济，遐起偌济，你敢知影？了解安尼来，所以讲个当下承担庄园佛土。哎，西方是家己做的啦，唔是人做我那边啦。好，所以讲呢，各位先贤有承担的机会，你一定要接受。好，那感谢师父，让或许学习了愿。好，所以讲呢，化众心，哦，坚固内心的我执。哦，这个我执其实嘛，就是总括，因为咱执着于世间世间的名利声色。啊，你若甲看，迄拢是短暂的。你内心就清净，好，那么呢，别让它扩展疫情或者萧条，啊，因为时间太长，好长啊，啊，而且啦吼，啊，好些啦吼，这是咱夫妻人特别交代吼，重点，各位前贤吼，注意啦，咱别安个实现三刀的道场，九刀刀、一般刀、千口刀。求道道第一加强因果书的系统建设，各位前贤，各位干部前贤，组长遐刚有个人收到的资料卡，当有，当有，啊，安尼一定无，有，有，啊，有无？有，啊有，这叫做系统，好，你做组长做领导的，你要如何从中来？找出他的隐私，然后去成全他。咱当做有好事。那么你讲讲一周一路行都放心，一周一路行是两年一周一路行来做，叫一路一周一路行。爱是啥？各位先生，一周一路行是咧叫咧叫啥？叫一周一路行。哈？大家。赞，大家。咱若如果讲，咱按上有四百个亲口，一周一路行，一礼拜去访亲四百个，就不敢会喊话个。嗯。所以讲，你讲一周一路行，是咱各位前贤，我们都是坛主人才，大家有责任。因为领人伊嘛一个尔，哦，啊，组长负责他的一个组，还有一个。哦，所以讲咧，咱大主人在讲有共同的使命，咱一定爱一桌一路行。哥前贤，敢有敢会当做？哥前贤，可以立下这个目标，往这个目标来做吗？咱一礼拜啦，咱找一个道亲来交伊宣传开讲安尼。你袂当去，你敲一个电话，你传一个来，嘛有算。有联系的有情嘛？我无法度去因家家拜访，我打一通电话，我用一个 LINE， 用一个 FB 跟他鼓励学习，这个也可以呀、啊。哦，啊，所以讲呢，咱一定要一桌一路行。第二，道路区域化是社区节点活动，因为安那讲，咱若出去活动，无行出去就是安尼尔。哦，所以讲呢，你这个说法，我们可以举办义诊平安斋。各领学习社区读经班、社区环保队等，哦，咱会当去交伊结缘啊，迄一个团队，咱会当交伊结缘啊，哦，你就会当去甲伊度化，有机会去度化。那么这个区、这个社区有可能诶，互咱去带动了后，诶，则搁有儿童读经班啊，则有老人班啊，哦，那么你在广结善缘，可以广度兄弟姐妹。哦，这就是讲咱们求道多的第二个方法。第三，善用中心大活动的平台。哦，像讲读经会考啦、新春团拜啦、母亲节啦，哦，亲像立信前线的旧年的这个读经会考呢，哦，阿姨就带动因哦，泰国这个区哈，即马咧试着去开发看看哦，那么伊就带动一挂人来把七八个引到咧。哦，我们借助这个平台，那各位前贤到场的平台，那我们做刚刚有照回啦，唔贪，
伊也想，哎、欸，较紧的，咱有即个的平台有遮尼大，哎，咱也来招一寡新道新吼，甲讲啊，我咧会当咧办活动，吼，咧用啥咧用啥，哦，啊，有迄、那个有迄、那个啊，私塾，哦，会研究会，哎，大家来，大家行行咧，哦，啊，交去结结缘。你这个平台以前一定不矮，哦，啊，就怎错失这一种良机呢？那么呢，入班多，增加入班的意愿，入班的好处，入班的好处。第一，咱今仔日入班，咱的九贤妻子也当对来入班。那如果本来是伊地府咧受法受戒的，伊会当唔免受法受戒，伊会当来听经闻法啦。搁来就是你的业力，你的业力天有来，你的业力可以来听道理。你都会互道理感化，咱的业力敢会有道理，敢会有道理感化，敢会？会呢，本来是要甲咱讨价到到到呢，但是伊有来参班了后，伊听迄个名医咧，伊是讲安尼嘛，毋是办法，我应该好好见嘛。哦，啊，我若未要甲讨好，伊无性命，我嘛无较好嘛。哦，啊，伊即摆道理听有了后上好啦，我无我卖甲你讨啦，安尼够有减少？有啊。咱毋通小看讲入一个班无啥，这拢是先生甲咱慈悲讲的哦，毋是好是讲的哦。吼，第二，强化代班和陪班的风气。咱的道亲甲送去到新芬村普里新会班，四人教育都要人去，无人去甲伊关心，有可能他就会办不好会。你若讲有对去的时阵，会当安心，上届有伊去到较清楚的所在，因为咱交伊有熟，伊会较安心。啊，嘛会当解释，解释就讲，伊呾听有可能讲师讲的，伊听无，你当当下甲伊讲，适时的鼓励。第三，带动诵经、弥勒救苦、真经的风气。咱进上经老法度提升到100都起的话，伊的力量偌大，伊敢知？为什么社会讲爱集气？集气就是讲，愈济人是毋是伊的气愈强？哦，他的那一种愿力越大。哦，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增长智慧，会当甲功德回向给业力。啊，无你看咱这嘛无用啥，就过了滑手机看电视尔嘛。哦，啊，你若讲伫迄时阵咧，哦，会当来上瘾，而且你讲鼓励啊，你起码会当做这有意义的代志，又不是在行功表面的嘛。哦，第四，因材施教。哦，那么因材施教来讲吼。这个人是爱入天命班、菩提心会班、青少年班、爱小天使班。各位浅显，你若有去一周一路行，去往生到他家里，你就知影因家的成员情形。反正有要记得，吼、哦，哎，感觉讲，哎，你会当来参加国语的启慧班、台语的启慧班，你会当参加菩提心会班、青少年班、小天使班，哎，你就了若如掌啊！你无去奉亲的时阵，当然有办理。一万八千，好，钱靠多，我们要推广施食活动。第一，咱一定要烹饪班，好，所以或许有甲领领讲话，领，哦，请领领吼，爱吉尔领任，啊，去策划伫今年内底呢，爱烹饪班出来，好，那么呢，平安斋施食小点，好，坊间那个鼓励啊，维持讲食材下啦，但是我袂晓煮啦。哦啊、所以说呢，咱一定爱安尼做。第二，强化时代的理论与做法，咱去度人，唔免讲一定讲话，哎、欸，啥物人你一定爱需要参考。迄人家就唔接到伊的，那像去学迄个，去学个新妇指着呢，迄我无法度。哦，啊，你啊，我感觉讲无你先食啥斋，安尼是毋是就较无难点？哦，啊，无你来食花斋39的，哦，啊，若无就来食茶15，安尼够有进步。啊，迄就袂歹啊。哦，啊，把人家循序渐进呐，哦，咱卖讲哦，哪咧用啥药，咧立竿见影，啊，一分起人就倒啦。大家听拢讲，哎，某位人你爱来参考，大家拢讲拢爱参考啦，迄个人都唔出来啦。好、哦，那么第三，愿力的殊胜，有愿有凭济先天，三观大义普中极，会当树立门墙之规，会当隐秘的规。所以，咱们看咱的小 baby 呢，咱的小 baby 呐，是伊的爸母是胎里素，小 baby 呐是胎里素，爸爸妈妈分心在家做些的。胎里素的小朋友，你尽可能让他早一点立一个愿，勤奋点。
因为有你咧照顾，伊不可能去食餐。你立下这个愿力，就是讲吼，有攸关攸民，祭先天嘛。啊，无你无，你无来，你无来立下这个愿力，上天兄弟你是假财，吼、哦。但是你没有立愿，重点在立愿。三观大的口中记起来，你讲你有注册啊？哦，你就是有亲口的人，哦。你未来的事业，你这个你那个努力，所以讲呢，以小天地来讲，我们也要为他把握。当起来呢，因为伊就是开旅宿啊，伊也不可能去驾车啊。那为什么你不爱赶紧的把握时间呢？姻缘呢？哦，到如果涅槃的话，你要做什么就是很困难啊。哦，啊，所以讲呢，那一定爱哦，爱去了解了这个姻缘，但是鼓励亲口人才。再入千口班，旁听参学。哦，当然呢，这就讲哦，有一寡德心啦，感觉讲啊，咱较袂遐健全的呢。虽然伊是千口啊，希望都有千口班的时阵，鼓励他们来参班，让他们再过班一下，哦，增加这一个哦，这个哦概念啦，吼、哦，会当对伊较有帮助。道场的经营之道，公司之共同目标为贩卖商品，公司接单，互关干。哦，有一个代志者养家糊口，道场之共同的目标是为了度化众生，开创道路，和道亲有表现的机会，搁会当超生了世。所以讲呢，咱的道亲爱鼓励多行福，这个来打扮助道，可以成就福德。除了功德，搁会当得到福德，叫做福慧双修。哦，啊，咱个道亲，咱唔通惊讲哦，我爱心道亲惊去个套路，哦，要清扫唔敢甲叫，要来厨房啊唔敢甲叫，要用啊拢唔敢甲叫。你跟他说浅浅慈悲，阿弥陀佛哦，刚好被证受了，哦，阿弥来生哦，阿弥，阿弥，伊敢会讲你甲套路，敢会？你无甲讲哦，下你拢无讲，下你啊看卖个，哦，咱二爷哦，啊王太太，伊讲后摆来证受了，拢爱甲。因为你不了解嘛，唔知啊，若要了解无了解呢？我们前行哦，要注意自己的这一种职权哈。好啊，所以讲呢，这咱一定爱理。好，千万个理念不如一个实践呐。各位先生，公家贼，你哪能懂得嘛？但是呢，啊，我们实质做啦。哦，咱无一份像我讲的这款，一款大才大款的吼，咱无法同时才大款，无要紧，就这样子。安尼较好，好，感谢安尼吼，安尼回家哦，安尼迄个西方即在眼前呐吼，哦，啊，所以讲呢，比夹缝中的求生存哦，流泪不是坏事，泪为水流，咱若如果干咱咱的家庭过好，哦，干咱死去，干咱咱到来咧，干咱老生了。那你老前人都是邓禹嘛，多有憨呐，迄所在无多多憨一万人呐，哦，一个经理带五个人，憨一万人啊。新人外孙即马邓禹了，为伊流目屎，伊为大众，大众为伊流目屎。所以你目屎，若敢若为村里流，就是成就这样子。你若会当为兄弟姊妹流目屎，反倒敢会流目屎？哎呀，你有遇到瓶颈呐？你那天涂不破的时候，你会掉下眼泪，你为谁流眼泪？哦，所以说呢，你这个道呢，哦，就是你做对的事，哦，爱喝喝啊，虚爱喝啊，整，哦，那么搁在呢，就是讲今义以何性等为道务中心，堆持周坚林为领导中心，团结合作，尊前退后，心靠如一。义无反顾，修远过本，报德万国有求。哦，如有虚心给予，另有暗啊，另有暗作用者，愿受天眼雷都啊，心灵共感，弟子信书，并不福的苦。天恩中华民国啊，112年岁数啊，回报啊，就是今日啊，非常的感谢啦哦，因为时间。其实到35分尔啦吼，啊，或是说拜几个都花费吼，啊，有不足的地方呢，啊，希望我们出千年各位点点施以及我们在这各个前行大的给大家好好体谅，啊，或是希望我们的道路能够
一天比一天的人都求道多，住班多，借口多。啊，你刚喝到我先生的。哦。哦大众请起立。好了，这可以啊。简经理，
他名要按写嘞，无写名嘞。叫写名哦。你讲你写名无？哦，你写名，现在林天才。地地无地，财产的财，财产的财。啊，不是写我写我写，我写无就奇怪。好，方便哦，是不？倒街了。不必啊，两个前辈可以背什么的，多过去。好，我有七十多年。对，四号当中的，青花山的老菩萨咯，写十万。哦，写八万，老菩萨写十万。这这两辈的我，起码去看。哎，就我姐姐，看哪个姐姐去。我写几份惭愧呢？我拿，你我写足掉。哦，你录放电报，看到看不清，因为镜头看不清。你还进来做生意？猜啦，进猜哦，猜猜，看不到消息，那就不行的。他不打死的，他个老爷子这样。我看看你，看我小平啦，我不想拍惨。看牌有啦，看牌出来就不用讲啦，就在边讲啦。我会不会看啊？哦，哦，哦。